我被人机劝退了，我服了，这哪来的人机啊？我丢，这人机他喵的不到脸上是真看不到啊！而且这么短的时间给谁反应了？给狗反应了，呸！哎，要不是这个人机，第一就是我的了，因为刚才第一在这个弯坐牢了，都怪这个人机，这个人机贻误军机，按律当斩，立即执行。再带你们看看还有哪些欠斩的人机，还有就是这种正经转弯的时候，夏天的风我用记得，可这整转角遇到爱是吧，给我狠狠的斩。最可恨的还得是这个，你看这个人机专门停在这等我，把我截停之后他又消失了。好家伙，你是专门来搞我的对吧，行，你很勇，给我狠狠的斩。